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父亲啊哈，现年 X 岁了，儿子呢现年 Y 岁了。他问十年后父子两人年龄的合多少？十年以后父亲的岁数是 X 加10，儿子的岁数是 Y 加10，那年龄合就是 X 加10，啊加多少呢？Y 加10，所以是 X 加 Y 加20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叫 X 加 Y 啊，加20啊。答案的话呢，应该要选 C 啊，哦，叫 X 加 Y 加20。